我妈他们吃的是炒米粉，还有这个是年糕啊，好吃不妈？好吃，好吃呢。啥时候买啊，妈？妈？啊？过两天呗。好。逛了一圈，准备回去了，还是有点冷的，冻得鼻青脸肿的。年货还没有买，等过两天，完了给我爸妈给点钱，让他们自己买吧。